照。注意日字我们要写的窄一点，不要写太宽，顿完之后向下垂直，这个横变成提，有粗到细，点往上面去，这个往左下方，竖画向右下方有粗到细，提按，这个横画，这里要宽扁点，这个口到梯形上宽下窄，四个点，这里呼应关系，点的间距基本相等，几第一个撇短小而平，横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竖钩是在撇正下方，撇往上面靠一点，不要写得太长，以横的七笔为准，点往下面稍微错位一点，上面两个横长短基本一致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这个横画略微长一点，注意这个竖画要短一点细一点，横折不要写太宽，这两个竖要粗细长短的对比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注意宽窄背和上面两个横画的宽窄差不多，这个横要稍微长一点，空间留出来，至一笔完成，横画左低右高，撇稍微短一点，点往上面靠得近一点，口不要写太大，写稍微小一点，把右上部分空间留出来，下面的日子写得要窄一点，横折横细竖粗，这两个竖的话高低错位，横间距啊基本相等，位向上带，撇有粗到细，横折横左边探出去长一点，过来撇开提按转折，不要写太宽太大，两个横折都是要写的短一点，下面的横折钩写的稍微宽一点，向右长一点勾上去，这样子有个对比，下面四个点对往上面靠的紧一点，第一个点大点，后面三个点稍微小一点，间距
均等，把下边空间留。